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誠スペシャルデザインストゥディオ誠意を込めて家づくり。嗨，大家好，我是科比传教士。哎，好棒哦！今天又轮到我在霍普要出去修了。上次那个我开一开，怎么奇怪，怎么亮一个电子灯？我就很紧张啊，刚开回来的，就扳机坏掉了。冷气先不冷，因为它是同一条线，三条皮带断了，它就没有联动。没有联动的话，第一冷气不见了，压缩机不动，连发电机都不做动，因为它是砍在一起的。反正就是到时候直接送去修好了啦。啊，有可能也是压缩机挡拖。后来我问那个陈老板。然后挡拖，挡拖就是它在拉的时候很重，拖到最后皮带就会断掉了，所以有可能要换掉。到时候我们就过去给耐迪用一下，处理一下。哇，里面烂掉了，有听到声音了，有听到那抠抠抠的声音，正常是不会有那个。它这个应该是里面有生锈，对啊。好像不太一样，对不对？后盖不一样。喂，是那个后盖不一样。正常的那个像这样。对，正常的像这样可以装。这个是。转很用力的。哦，贴住了，对。为什么这个要换掉？因为压缩机里面会产生铁屑，上那边它里面的管路是很细。小小的一个洞一个洞，如果铁屑如果经过管路的话，它就会卡在这种塞在里面，对对对，会塞住，而且会清不干净。压缩机坏掉，这个就要跟着换。对对，有可能会有铁屑，还是一样会再发生受伤的情况。所以等一下换里面这一片。现在在洗管路，现在也是在洗管路。
有没有？现在是回来的，这次上次换的嘛，压缩器也新的。刚刚同事从那个耐力这样开回来而已，皮带是被他撕掉了，我就觉得怪怪，我就赶快打开看了一下，皮带又少了一条了啦。你看，它有三条嘛，一条，哇，这个就是人气跟这个拉，有没有？这两个是一起的，是吧？这两条是一起的，好，这两个一起没错，可是这一条是跟引擎在一起的，所以引擎那一条哇，就是这一条不见了，啊，去哪里了？我就不知道了。所以你在引擎在发动的时候，这两个是完全不会动，这两个，这个，哇，这个哇，这个我要你看压缩机跟有没有动，两个都在动嘛。这一个本来要靠引擎下去拉，转到压缩机，压缩机就会转动这一个，有没有？这两个是联动在一起的。对啊，人家是吃油怪兽，我是吃皮带怪兽，我已经换了三四条了，我一定要把它救回来了。像上次讲，到时候真的不行，我再改那个季连纳钢带。怎么办？怎么弯了弯了弯了 ？Barbecue 了。修了，花了1万多。差1万多。哎呦，我们怎样？我去那个商户讲的，你就是爱他就是花了。讲完之后，隔壁那个有整理好的，你看你要不要叫你老板来拍啊？这你可以去看一下，好像是900的嘛。我随便100多万，一款158。你看我再花158会变成怎样？就不行了。啊，很快的，我们再把它弄好了，就可以卖1,580,000的了，不用担心了。我们卖120就好了。好了，等皮带装好，我们再洗一洗。对啊。Fer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得名信赖。是装个屁就好了。他刚刚问我说装个屁啊，现在不敢讲了啦。装个屁啊！你先把洗完弄好，你先洗洗这条啊，洗个来这几笔。你这条挂这条三条都会，照理来讲啊，你怎啊看这条？这条是零的。哎，无啊，对。你看咱进行吹吹的是咪拢等这条？啊，这条你的盘啊，你看你要先找盘啊，找好才换无？这盘有变形，照理来讲，这块盘也袂变形。我照理来讲，你换好开回来，哪有可能等这条？所以你要安怎用？问题好多，怎么办？你要先装，我是觉得先装，到时候我们去问这个，看有没有破力板啊，这种矿我们去那慢慢开会断吗？不会，这个我有经验的，以那种速度表示它吹蛮快的。我第一次就这样，第一次就是这样断的。我跟苏伟一样，哇呸，我超会搭的，我没有了，是前面的公车吧？没多久我们就这样断了，就断了。哦，不然就先装啊，先装吧。这不螺丝怎么是歪的？哪一个变形？这个有变形，里面这一层啊。哦，里面这一层。里面这一层啊，這個，对了。哦，对啊，它是。它不圆啊。不圆。对啊。所以要来拆你的压缩机。这皮带过上去好像没有调。是啊。你看调整是往上拉，刚是放到最底。那现在把它拿下来。我现在要先把中间的弄进去。弄上去。皮带坏频率太高了吧？你确定这还要弄吗？一定要把它救活的。我要去参加下次的90，要开这台去。真的假的？它是80。有80的车距吗？80都差不多快死光了。记得之前没有这么难装，确定这条它了？确定啊，都送到底了呢。放两天安尼，就一点嘛一乱啊，搞定了，我倒了啊，我变成一边倒了。哈哈哈！冬天是不是到了？有一种鸭冬天才会出来是什么鸭？姜母鸭。姜母鸭。
这个机啊，机啊帮你。嗯，这个，然后那个盘子。嗯。来啊，上车外载啊！哎呦，又有一台、啊，这是昨天估的。对，今天去买回来的、啊，还不错啊。老车就顺顺开呀、啊，不要开太快啊，不要开太。不是，等一下。我以为你要出去了。我现在回来了，而且是没什么感觉，可是皮带我怎么会这样一直动，我也不知道啊。就是不能让你吹太凶啊。回来啦，你看，耶、yeah.。救活了！所以今天就是我讲的，老车就是要边开边修边换边用一直用。可是它还是有一个就是叫声，还是鼓风机的声音，你看叽叽叽，对不对？嗯。哎、欸，我把那个改过来好了。你看，压缩机换掉，轮胎换掉了。嗯。上一次是涂了煤跟它线路，再来一个就是找一些比如皮带盘啊，然后一个调整螺丝，就这样。嗯。你要烤漆吗？烤漆我觉得可以放后面一点，我先把东西弄好了，不然烤完漆之后你乱弄都会伤脑。你刚是说那皮带有较宽一点？对啊，你们是要较宽一点？哦，对了，看人家送不上去，上次他拆的比较简单，今天比较困难，因为太厚嘛，他所以他整个把那个抛啊移走，他进得去，因为太厚了。嗯，你害的，大哥，都是我害的。你讲的，你说哎、欸，好像不行，要宽一点，我好。不是、啊，你都想宽一点，我就弄宽一点了、啊。好了。记得喜欢就帮我订阅、分享、开小铃铛。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マコトスペシャルデザインスタジオ、誠意を込めて家作り。耶，完成。我本来想看你出去试车，然后要断掉，你就可以甩门。没关系，我跟你讲，我不会惊的啦。我阿妈开回来，你也看我妈在，这台无敌，你就知道我不爱。现在破两个洞了，而且没拉破。泡面也可以耶，期待。好啊，我修理好啊，这不是碎的哦，哇！你就不理他，他就不理你，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所以我有理财吗？没有，我也不会理财。